29日上午9:43，地方法院被告第五休息室。早安，牛奶。我上舞台前习惯喝牛奶，不然就会冷静不下来。天心，燕京只要做事就行了。也对，这也不能怪他。我说天心们，要不要我来表演个飞翔的戏码？开场戏码需要在登场瞬间越获客人们的芳心。不，被告在法庭中飞来飞去是想干嘛？会被人家以为你在搞乱。我说天心，你想不想飞翔看看？哈？律师从空中飞舞登场，有点想飞飞看是什么鬼东西。陈不堂，够了，别！哎呦，来吧，又要开始这个老旧 BGM 了。干嘛一直点？因为被告的姓名写的是商点，那又怎么了？不过被告不是那位马克思凯拉秋日，对，其实我甚至是他的狂热粉丝。本月以为用艺名称呼各位也比较有亲近感吧。好，别以为你已经赢过我了，什么东西啦？法律绝不会认同那种临门引妻的杀人罪，只闹剧根本不算数。我绝对不能输，必须是完美无缺的，一定要你或判有罪。这就是我的复仇！天哪！以上为检方的开场陈述是什么鬼？嗨，小巨巨，你要被扣薪水了吗？薪水还算的心机？下雪，非常寒冷。虽然都聚在帐篷内练习，随后就解散。宿舍前发生的，倒在木箱上死亡，勾打然后骨折，殴打致死，解剖记录。平坦钝器意思是像那种平板，像什么平底锅什么之类的吗？雪就已经停了，没有积很厚，大概就薄薄的3公分左右。总之，可能会成为问题焦点吧。啊，安德小春都聚在帐篷内练习，除了工作人员一半舞以外的主要表演人员，美丽加汤米跟班。马克思，然后团长，老虎拉托也在，手表被他抢走了，10点结束就解散了。拉托玩耍累了就回宿舍，大门前想事情，密谈，
换抽刀的事情。第二十天在10:15，那是当然的。那人笨到自己亮出自己的手牌，躺在一个木箱上，木箱里面有什么？抱着，他是抱着，木箱有一点怪。但很重，而且还上了锁。重10公斤，上面有小型锁，他不可能去搬这一个东西吧？内容物呢？这个瓶子。调味料的瓶子，胡椒粉，哈？胡椒粉。贴了一层铁板，感觉好像怪怪的呢。这个马虽然很小，但是坚固的不得了，已经上锁了，把它撬开。平打的钝器没错吧？凶手带走了，魔术变不见是什么鬼？就找到胡椒粉的瓶子，胡椒粉的瓶子很奇怪耶，胡椒粉的瓶子，哦。来了，木柱来了，我要开始看这一个了。我家里有职业是男高音歌手，木柱，而职业是副语师才对。你在说谁啊？刚不就说我是歌手？对了，不然我现在就唱一首吧。这首歌的节奏感不错，不过这歌词还是一样烂透的。你正蠢的这种东西，最重要的就是一开始就要先高歌一曲抓住人心。你就这样子，所以才永远都是二流艺人。请不用太在意我。希望我们就跟那个小丑一起出帐篷了。我在宿舍前跟那个家伙分开，然后就一直待在广场的路口。那时候我看到马克思从我的面前经过，进入了广场。从我眼前走过的人就那个家伙，所以又搜索出了他，没有其他人了。呀，你不是被藏起来的吗？看到大礼帽挡头盔，还有他胸前的红白玫瑰，除了三件配件，那小丑不是也很可疑吗？
这就是证据。被告人个人用品。你不是被偷走了吗，同学？我看一下，我还有没有那个？很好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哭啊！那当时一把岁数了，还那个样子，真是让人家看不下去。加上会跑个步，脸上的妆就七零八落，每次练习后看了都半死不活的。再看不下去，所以班才送他回去。然后这家伙抽下夏天的运气可是世界第一。等等，沉思。都是正人之自由。等等，马克是从我们前经过到了广场。加三个配件，大礼帽、斗篷、白玫瑰，大礼帽、斗篷、白玫瑰。可是他们没有讲那一个卡牌耶，我觉得那卡牌挺令人注目的耶。这边，可是我不懂整个事情发生的那一个过程呢。团长是在，因为团长是在这一边，然后他说他在广场的话大概是在这一边，然后他说他只看到他经过，感觉怪怪的呢，所以他不可能。团长才对啊，对啊，他在团长室跟他密谈啊，所以不可能过去啊。人肌肤有点熟悉动摇，门口等谁？等马克思拿回他的人偶，要么等美丽家出来。我觉得美丽家好了。
小心是我自由吧，最重要是我看到谁经过，不是吗？会特别注意到后背。到被告不过零，他说只看到特征，没有看到他脸。表示唉，居然穿班，那就没办法啦。好啦好啦，我就告诉你们吧，我的确是在等美丽家。拖嘴。因为我想跟他求婚。你是他爸吗？哇，我想求婚也要说一下的，你这都是想当兵，放口袋一定没机会，随身带着，到最后没有机会给他了，所以现在还在我手上。便宜，因为我是老，所以瞧不起我。还在叹气耶，稍微叹气好吗？各位，一个人偶都要求婚了，你们几时要结婚啊？等等，美丽家的美丽礼物，订婚戒指。可是你订婚戒指好像在我这边嘞。根本就是历史性的瞬间。偏不人意见，斤斤计较的男人。结婚戒指，倒地玻璃做成钻戒。都把那个东西放口袋，一直等待机会。当然是我的口袋。别瞧不起人，是俺们的部队。你随身带着那个礼物，被那个装模作样的人渣混蛋阻碍。当然，我不是在说魔术，针锋刺刺都是会这样。那你说礼物呢？到现在还在你手上，花了三个月的薪水，怎么可能轻易放弃？手上吗？你确定在你手上吗？刚刚是说因为没人交给他，所以现在也还在戴身上。那为什么会出现在我手上？班换你上场啦！我在卢瑟的房间里找这个东西，手脚果然不干净。
真是一只胡子。收集闪亮物品的习惯。证人，这枚戒指是什么时候被偷的？命案发生的当晚，在马克思走进广场后的下一个瞬间，就是被告经过你们的眼前时候吗？这条是跟命案一点关系没有。你落在这一次被抢走后又做了什么？来继续追那死猴子，爸，这个家伙太迟钝了。他在雪上跌倒打滚的时候，那个猴子就已经逃之夭夭了。陈述怎么矛盾啊？上去追那个猴子，路口可没有任何人在。对，这位证人并没有一直待在门口前，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人进去。哎呦，而且现在在宿舍刚好小偷，小丑也在，小偷不来，而且还有一个人还没看到。证据可以证明这人哦，看漏人吗？看漏了被害人，对啊，看漏了团长啊。看他抓个周末又下流的骗子，对目击到的人物进行更详细的证述吧。对，到同样的结果。哈，一个谎言毕竟会生出下一个谎言。啊 ，OK， 目击到马克思死的情况。我承认我是在等待美丽奖，我是在等美丽奖。我感觉这个好像是联合一起把团长杀掉，然后要陷害那个谁的感觉。走进广场就是必无之一。我到那边的时候，大概等了五分钟才看到他。我刚说晚上好，结果他居然无视我。一定是马克讲没有错。中文收养三个配件也确实看在眼里。没错，不到一分钟就出现了。五分钟左右。怪怪的呢，这整件事情怪怪的呢。嗯，请问你在等哪一家？看到其他人路过，我说你啊，你知道我几只眼睛？四只啊，四只。和八的眼睛加起来的话，怎么可能会看到？比起李诺的证述，什么审判长的发言更有问题？一直盯着帐篷入口的，大概五分钟就看到他。乌鸦练习在十点钟，五分钟后到了，那无聊的要又等五分钟后，十点十分。那家伙就是那个时候来的。晚上好啊，竟然无视我。没有什么蠢话，早上叫一下我是午安，晚上是晚安。你这时候还要吐槽，你有没有要吐槽你们？等我一下哦。喂，啊啊啊！二四。
好，我回来了。要说你都不对啊，晚安就要变成睡觉了才对。艺人的生涯就是一场表演，这个外行人。别得寸进尺了，要各种被编。我觉得这个很好玩耶，这边我再按了一次。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对啊，你都会跟马克思打招呼，就有点奇怪了。因为他们两个是情敌啊。三个配件确实有开原理。大礼帽、斗篷、白玫瑰 ，Thank you。我觉得这边有问题耶，为什么没有人讲到那个牌耶？我觉得那个牌也是一个。难，三个配件看在眼里，虽然他没有看到到底是不是本人，可是我这边没有证据可以指告他，我觉得这是个问题。五分钟，10:10，然后他说话会花一个五分钟回去。所以还在等美丽家，没有错。晚上，我觉得他不可能会跟他说晚上好。你是你们会跟你们情敌讲话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边很有问题，可是。可是他不给我，大概五分钟看到他，5分钟。
我就这边，我试试看用瓶子好了。OK。为了没加了奇珍子，其实斗嘴的话不可能让这个东西被打碎。是是是，因为他们两个怎样都不可能会说晚上好啊，他们当天还起了争执啊，所以我开始在想到底要哪一个才对，因为可以，我是觉得说可以取证每一家，然后我是怕这个瓶子也是有误，因为没有相当好的证据。对这人的个性啊，绝对不可能跟仇人打招呼。对啊，你想说这个证人在说谎吗？因为陷害被告，并说出看到被告的谎言。我觉得他看到的是别人。但是这人当时并不认为那个人是马克思，因为如果碰到马克思的话，这人绝对不会跟对方打招呼。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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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秀蛋姐再给我看多一次。 OK 好算了，看到并非马克思，所以李洛才跟这名人物打招呼，我说没错吧？那个人究竟是会主动打招呼会是谁？会主动打招呼应该就只有团长了吧。美丽家小姐。是你看的人物是不是被害人马戏团团长，所以你现在向他打招呼说没错吧？你都如何？我当初的确以为是老爹，但是详细一看，我发现那个人不是老爹，是马克思。屁啦！究竟是谁？是马克思还是团长气白？不对啊，你认为是老爹，如果穿这件衣服，如果穿这件衣服没有看到脸的话，你第一眼认出来应该是马克思才对啊。可是你跟我说你居然认为是老爹，胸口的白玫瑰那东西我也可以穿。刚才就一直重复强调这三个配件，反过来说，除了这三个以外就没看到其他东西了。看冷影真正面目就一个可能性，穿着马克思服装的利剑气白。你有证据能证明证人看到的人物确实是被告吗？看样子目前无法下达判决。OK。真是遗憾，你干嘛？现在准备回家还太早了，真不大容易。你们想干嘛啊？看到一名人物前往广场，目前这个目的已经达成了。既然如此，召唤下一名证人，来吧。任何人能接受答案，除了马克思以外。没有人能犯下决心。先休息一个十分钟，然后准备召唤下一个证人。哇哦！